侯友宜跑摊，下雨天照样来到市场报道，在申奥欢堂交换说闹得沸沸扬扬后，选情显然没受影响。根据旺旺中时最新民调，侯友宜依然以49.4%的支持度大胜苏贞昌的32.8%，差距高达16.6%。接连多份民调稳定领先，却让侯友宜皱起眉头。我们很多的选民想说，你大概稳当选了吧，就不愿意帮我们催票拉票，甚至有时候气候不好的时候啊，就懒惰不想站出来投票。所以其实民调某部分就显现我的一个危机，就怕叫好不叫座。即使领先，侯友宜赶紧喊出抢救，请新北市民1124当天务必出动。新北的选情乐观，也让国民党吞下定心丸。加上高雄、台中都有望翻盘，作为夺回2020的攻击发起线，新北将成为集结蓝军的最大堡垒。蔡政府还没起来的时阵，跟咱讲无缺电，起来佫跟咱讲缺电，一定爱盖新的蓝煤电厂。这种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啊，跳脱地方首长框架，侯友宜拉高高度，炮口对准蔡政府，认清自己身份，不只要当新北市长，更是蓝军重返2020的第一声枪响。记者王俊长讯，SN小组新闻报道。